十二度了，八十度，哎呀，可以的。啊，你以前呢？以前是在，以前是在哪里？就以前也在那个小铺子，小小铺子它改建，啊，只有有在这里住。哦，你在这里住，所以你的东西都放在这里啊？嗯。那你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可以啊。那就那好了，总结下来的。总结下来的，你要在那里，你儿子能不能愿意用你卖？儿子他是。他越是不愿意卖掉啊，这现在我没有钱了，这个这些总结下来再看，哎，你出的钱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啊，可以，看才可以看嘞。那可以看好了，那好了，我就等拿出来看了啊，拿出来到外面看啊，那个现在到了房子里面，到了你住的地方我们也不去了，反正你该拿出来的就都拿出来，好吧啊？好了，那你去拿一下啊。是个模糊了，个模糊的。模糊就是那个早晨留下来的，里面好多好多东西啊，好多古董嘞。哦，我先看一下，好的。哎呦，凳子也没有啊，那个凳子到底去好看一下。哦，有东西啊，东西。这个有模具是怎么搞的？小锅没两锅，我因为拿的两的。嗯，这个有密码。密码。怎么我以前搞过来什么事？都有模具的。这个不行的，这个它还得有密，它有开关的。开关的什么？你搞给我搞一下，我有模具了，好像是。对。我先放你这里。对。你这里。慢一点。好。对。哎，这里还有。对。一些虚拉一些。喂，这个下面有。下面还有什么东西？来看一下，好的，一个眼镜，这个是。是一个老的眼镜，拉了哦，可惜拉了，可拉了，这这些都无所谓啊，这个都多少了？这个是古，这是明朝东西啊，明朝东西，下雨的里面好一点，这里面啊，这是古董，对的，锁那个锁啊，也还保啊，是保存的好。这个明显是收那个金库的嘞，就是金库的这个，哎呀。是坚固的那个，那你以前你家里是干什么的？是原先是当，我老祖宗是财主。对对，那好的，这个是麦器啊，那是这个，都是老的啊，这个是抠门老的。这么多钱。看一下，还有啊，对，先给你换这俩，我看一下钱啊。这个是。你三套人民币十块的老个工人兵啊，仔细给你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了。就可惜品相不是太好。这个太烂了，不可惜就是。这个挂金5000元的挂金5000块。未回捐，未回捐。对。未回捐，这个是一个鬼库捐。也是民国的，就交给市县捐发的，5000元。下雨，500元整，50元，2000元，中国成年了，这是的，28年的，1949年的，这个是中国的六套人民币啊，这个是6套人民币，这个他就是要把吃钱。这个之前我先看一下啊，但是这个品相不好嘞。这个是6套人民币啊，那是200元的，一个。这个它稍微旧了一点。一个圆的，对，200元的，220元的。100啊，可惜了，太烂了，怎么这么烂了？还有5块的。这个是6套人民币的。6套人民币。500元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啊。嗯。但是这个品相好多，那个也是，确实是之前1000元的。5元的啊，这个是第3套人民币，
啊，1950年的啊。嗯。这个是六套人民币啊，1953年的，那个这个可以了。是一个叫餐票，餐票，餐票叫餐票，也是个那个牛票啊，一荤一荤餐票，一荤的，这个是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十荤的耕荤，你做一天要一个耕荤票嘛？嗯，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老票，是文革，清末，1953年的到那个苏联把10块的这个又没拿的话是忽悠的事情，哎，可惜了。那现在能吃多少钱呢？这个可惜烂了，这个不好不好说，或者是这个了啊，我有些看你又多少钱了，好吧啊，我要怎么交呢？你看你又多少钱没意思？哎呀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宝，但是这里还有个哦。跟你老婆带的啊，哦嗯，对，老婆带这个，这是你带的啊，嗯，这个你说的好，但是这个呢，我们先不讲，还多少钱了？哎，我们多少钱一起就满足了，好吧？啊，哎，我跟你反正一起啊，钱都在里面啊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品相都不好了啊，品相虽然不好，这个东西看不看你出的钱哇？这个我再谈，我再跟你谈，好吧？啊，嗯，这个呢是他打印的啊，这个是一些。嗯，这个你拿出去问问吧。一些历史，也就是多少，或者是1970年到70年啊，70年的一些日历挂历要的啊。这个我记得过，我看过，1973年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老三片也是，是毛主席时代的，对的，老三片，这个多少有时有个也有几十年了，1979年的。嗯。这个眼镜后的鼻头套，现在多少也烂了啊？这个多少都是老的东西。他就是那有个元宝，那个元宝我不骗你，那个元宝呢，多少你就卖，嗯，也可以不卖。那个元宝是假的呢，嗯，那个假的，你先元宝，你先拿住，嗯，你先收住，好吧？嗯，啊，哎呦，这些票我们为什么买这些票子？这些要不一起给你买，好吧？嗯，哎，那你出的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不，你交一下，嗯，你交一下，嗯，好吧？啊，我这个你要卖一起卖，这个又卖五只，买这个票子也可以。那这个你要卖给我，想卖给这个地气啊，土气啊，或者什么铁气啊，你要卖又卖不卖也可以，啊。这个你也卖，啊？这个我收也收了，我也搞博物馆也收了。嗯。这个你交一些，还多少钱了？那就多少钱了？我说把这个的嘛，把这里买些这个洗玩意全部买出来，看你收多少钱了？3000。3000。嗯。4000块钱，看你说可不可以？我给你4000，好吧？啊，4000，啊，4000块钱啊！那老张，你这个是不能发回去啊？不能发，不发，啊，不发回，不发回了，回去发回啊？好，可以回去。哎，这个拿回了。哎，那这个拿子。啊，好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下次有。再来钱，我再填补你，好吧？啊，嗯，再来钱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你收多，嗯，这个五十块不老，很好的啊，但是老好的啊，嗯，这个也不要不了，你多少也收得完啊，多个几年也可以。这个呢有4000块钱啊，我给你4000块钱，好吧啊，嗯，啊，好的，下次我也有机会来请你喝酒啊，嗯，我再来钱再填补你一点啊，好吧？好的，我那有钱多了啊，嗯，啊，你以后有这个你收着啊，你以后有机会再我要能卖的话再给你买，就玩一下啊，你们想卖的话也玩，那是先我叫你收着，因为我自己看不好啊。好了，那现在那你在家里吃饭的？哎，感谢，不要差，走了，行，下次有机会慢走啊，慢走啊，好的，谢谢。